姆。大坏蛋，超级怪物卡车。下午好，奇怪的事件正在引起市民们的恐慌。有人破坏了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消防栓，然后逃跑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件怪事的？我是今天早上发现的。我一整晚都听到梆梆梆的响声，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，我好害怕。我们希望能尽快逮捕这些罪犯。整个城镇和市民们都陷入了恐慌。根据收集到的线索，我相信又是怪物卡车干的。我们是怪物卡车，是镇上最坏的卡车。走，我们去兜风。没问题，出发。不行，不能再让怪物卡车在城市里暴走，我必须阻止他们。冲冲冲，快快地跑，一起来冲冲冲，绝不停下。怪物卡车势不可挡，我们是超级怪物卡车，冲啊冲，冲啊冲，快加速，冲冲！嘿嘿嘿，一起来冲！冲冲冲，快快地跑，一起来冲冲冲，绝不停下。怪物卡车势不可挡，我们是超级怪物卡车，冲啊冲，冲啊冲，快加速，冲冲！嘿嘿嘿，一起来冲冲冲，快快地跑，一起来冲。冲冲，绝不停下！超级英雄所向披靡，超级机动救援队出动！冲啊冲，冲啊冲，快加速，冲冲！嘿嘿嘿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快加速，冲啊冲，勇敢向前！幸好我们抓住了那些怪物卡车。是啊，这些火很有可能会伤到路过的市民。话说回来，刚才你灭火的时候真是太勇敢了。哦，谢谢，是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才抓住了怪物卡车。没错，我同意。别高兴得太早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